今天的节目要带一个视觉的响应，另外个这个耳朵的耳福又来享受啊！就以年纪轻轻啊，在国小六年呢，哎呦，给超级红人榜创下最年轻闯入二十关，咱大家要买个机器，可以二十关的桂冠，好唔？在我的共享，还有什么人哦？邓平燕，看大声一倍，再喊一次来，邓平燕，好不好？欢迎。哇，好帅哦！心爱的你，最近过了好无？今夜有想我，打更在想你，故乡的月亮，犹原这呢似，像咱彼时的甜蜜，搁有青春的记忆。心爱的你，你有想过无？他乡的天星，包围咱的闪烁。你无在阮身边，嘛已经几多年。你的笑容，你的眼神，我永远袂来袂记。之前就是，这是有史以来了哈，超级夜总会播十二年以来，是头一摆的唱歌，大家点点点的欣赏，是是是，大家拢困去嘛，太好听了，那个悲醉，是很疗愈的声音哎，真的真的，你好呀，平燕兄，他有点紧张。平庸生，我现在算是你的歌迷啊，我是你的粉丝，谢谢。有一天呢，我就刷那个视频，看了讲，哎，这个音呐。去给人的爱戏都雅琪啊，提一路喂，然后卡拉 OK 我，嚯，唱歌呢，所有的路人都停下来听啊。哇！哎，我能给人弄出去的这么好的人，结果我刚问他，他说他是台北人。哎，阿奶稍微给人，就想说去夜去走走。没有啦，没有钱买个车票啦，是吗？小朋友要会做人，我就教你，你再问一次。哎，请问你是不是基隆人？不是的，你为什么去基隆？哦，你为什么去基隆？因为基隆有个许孝顺，哎呀，拍谁拍谁拍谁。